啊，我们来到花果山 Reserve 社区，这边这个马上要上市的 listing， 我们又是老朋友 OCYM Staging 公司帮我来布置一下，看看里边怎么样。哒啦哒哒哒哒，哇，好看多了，美丽，美丽。好看，不愧是我们的 team。 希望我们明天的拍摄它不要下雨，也是这样的景观，阳光明媚。下雨应该不会。那这个真的弄得很好看，怎么那么 smart 呢？嗯，这是一个中美集合的团队啊，有人讲英文，有人讲中文，还在画，还在弄着，但今天肯定会给它做出来。OK， 花果山弄完，我们来到 Potra Spring 的这个门禁社区，Lambert Ranch， 然后我们有一套房要上市，这个房是个五房，然后4700多尺，目前阿姨正在打扫，她一楼有这边一个半卫，这边有一个套房。整一个带卫生间的套房，你阿姨正在里边收拾。我们把这些都给清理干净啊，后天可以过来看看我的 before and after。他这边有个中庭，带水井的，然后这些是屋主的旧家具，等我过两天都给他大变样一下。然后院子我们都要清洁一下啊，然后这边它有 BBQ 啊什么，然后后排是没有邻居的，这个是很赞的一点。然后楼上还有4个套房，那我楼上暂时先不去，因为还有一些屋主的个人物品要收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有一点好的是它有个中厨 prep kitchen， 哈，多么完美，这个太爽了。然后它还有你看这么大一个准备间，以及这个通往车库，那整个一楼是这样啊。餐厅也是分了，这边有一个餐厅，然后这边又有餐厅，然后这边又有餐厅，所以刚才跟设计师在这边商量，就一个房子肯定是没有必要有3个餐厅的区域，所以我们会调整一下，就可能给他这边3个合成俩。接着干活，今天这套我们要把花和画都去里边布置好，然后明天拍摄。 Alright， 这里放了一个玄关的，然后可能这里再加幅画着。Oh nice， smart， 嗯，好好看哦。你换了一下位置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这里没有这么挤哈。Hello， 这个也好看。哇哦，跟昨天不一样了，好看好看好看，美丽多了。这边我们书房。还会挂个画，这边还插一个茶几，然后镜子这边也做起来了，当当，呦呦，它行不行？吓死！中间还要吗？中间可能再放个。有一个大一点的茶几。嗯，好。
不是睡不舒服，就是人不行。今天绝对是超哥不行，他打完球嘴瓢了至少十来分钟。我也喝多了。你还喝了酒啊？哦，好吧，喝水喝的。OK， 我们今天这套也拍完啦。夕阳非常美，我们的工作就要结束了。你看，在这个后院，看慢慢的看太阳下山。嗯。四个摄影师精雕细琢，包括我本人在一个开头就录了一整天。OK 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